第一股地稳地点点点点点点轩辕之职神童志志衰诸侯将军华暴虐百姓而神童志卓能征于是轩辕乃西浪干戈以征不响诸侯前来宾从而知不会回报莫能华炎帝欲兴平诸侯诸侯前归轩辕轩辕乃修得正兵治武器无种楚范明杜护方交平齐齐修古以与炎帝战于榜泉之野三战Page dot five. Then 不得其志，失足过患，不用地狱。于是皇帝乃征之诸侯，与之游战于多路之野，遂擒杀失足。而诸侯前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皇帝。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行者去之。披山通道，居住及有逆曰。一车豪天神童是恶是为炎帝八路叫征不报曰神童不以至衰为神童是不报得衰者非止炎帝之章班固府会班固皇甫内府云帝于榜事业正义帝王事业名神农氏将庆也母曰任父有事也单位少点飞由华阳有神农寿敢生炎帝人生牛首长于江水有圣德以火得防故号炎帝出诸神又其主又曰为随氏又曰连三氏又曰列三氏阔可至云历山代随东北县北怀里山东有之学曰西神农生于地乡府地列山氏也春秋几国诸侯本刚说以征诸侯不是好我想者本以征诸侯之不知者著及者应少曰痴如古天子赞曰孔子三朝帝曰痴如庶人之三者所隐暗楚地名诸侯将军伐痴如未回报则痴如非为天子也又本子曰痴如受如三之英而作武兵名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刘向别又名孔子见汝哀庸问政
天下，他无爱不足人，万民欲令皇帝行天子事，皇帝以仁义不能禁止之辱，乃仰天而叹，天显玄女驾受皇帝兵进行服，制服之辱，帝因止之辱兵，以至八方，之辱没不，天下不扰乱，皇帝。Page.6 遂化之辱形象以威天下，天下贤之辱不足，八方万邦皆为以足，山海君临，皇帝愿以文一生辱，是不是大风雨，皇乃下大风雨，于是之辱恐久久，正一阵夜，祝及酒方素曰：之际，伏隐未春甲乙木气，下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注：己与汉，数也。诗云之本书，周礼曰以如种，正玄曰如种，属地书脉道也。伏隐亦。众也，数也，无种及无谷也，因诸用反，辅助古引见之大雅生明之曰，而雅云本书，孤今孤苦，这是有之大的智意义。而雅云题，白读，礼曰显有志寿，则百其修志也。而雅又曰不离，辅必可统寿，可以交战。周礼古图图志，长交导统寿，即有图牛成法，亦其位也。正义雄英雄，体英威，英体，修英修，英丑女反，体无情，黄白不得，郭图云，体，直疑，胡属也，暗，教，制足一旦，以猛兽威语。用归注及求全曰版权地名皇曰在上古
在中央函谷时，本皇帝武功也，晋太康帝至明中部成功依礼于版权，上有皇帝符，按版权之也，和平也之可也。注：正义为皇帝贺炎帝之父。注：正义言之如无论皇帝之命也。Page.7 注：即解除前约，诸部在信曰：诸部爱上古，服引莫如何不而按地上古诸部见安得福田明白诸信者勿也。注：即解荒览曰：师如在东平靖寿章县汉乡城中，高溪岸，明凡十月不知，有事既出，如此降德，明明为师留其天地，在山阳靖济也见重庆，大小女汉等。传言皇帝与之如战于都不知也，皇帝杀之，身体异处，故于当之所隐瞒。皇甫密云皇帝旨意谋杀刘金主，报曰：皇帝天代一步步以皇之之神满，故不日皇是为文皇相庙其等所断也。注：正义平伏者一去之。注：即解其往曰：披他本亦作碑，自盖当应，碑者藏其边之位也。披女成何中事，然古今无力同也。夫引披阴如字，为披山岭好路而行以通道也。其往应，恐稍东至于海，登环山，即在东至于登西口湖，南徐江，登平江，北关中湖，河湖虎山，一离于波路之阿哈，千禧往来如常。以为以关羽之以云天以云者大天天与万国万国而鬼神山川风产与未多焉，或宝鼎一日归客，几风不必不长先大红，以至明顺天者之地，幽冥之难，俯身之说，存亡之难，十多百如草木，纯化鸟兽同和，二零唐国日月星辰水多二一古时经
二二捞秦将第二破，蝶用水火排布，二三如虎之位，故号皇帝。二四。而逃之于虎山。
您会中华和平。Page.9山出为王者，如有高级明之位，故曰何足异于古三也？正义或可治民，楚三败，周怀柔见北方。山上有圣庙，祝正义广平曰阿诸路山名以殿上，诸路不存在山下，及皇帝古都之义于山下平地，祝正义环绕精兵未引以各位，若原门提携一将，祝你得应诏曰：皇帝受命有名位，故以春官为君民，夏官进民，秋官白云，官为黑云。上边庆生，下边平生，若都少分散也。祝吉酒携往曰：多一座城，所以与阴阳如反，与流携酒，言半国何成？而鬼神山川风产地覆之日，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举皇帝以为多，多如大也。祝吉酒进国曰：特数也，银数之也。赞曰：日月设望未来而归之，不曰吉日。所以风不曰地得好与神客云日虽客一日客神之何之虽绝之以日故虽客正以各因各因命也。皇帝受神客，命大劳道甲子，如成道必至也。祝吉酒正玄曰：封父皇帝班公也。班父曰：吏部皇帝乡也。大同建封禅书正义举任用父人曰帝臣也。帝皇至帝陵，皇帝用大风吹天下之尘垢憋气，又用人执天骄之千万帝怒而黑。天之主，一也。
不慢，能不明威善者也。天下其主性必民不止哉。于是因二战而求之，得登不与百余，登以为乡，得利不与大德，进以为乡。皇帝因甘用军十一卷，一文至云：封户兵法十三天，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吏部兵法十五天。正玄云：封户必知三公也。按皇帝仰天地制列图，官因封户被杀人，注二二组隐藏，非一方，我广不也。今汉大概李作立离，离离我也。炎帝得唐国，日月星辰时。
至古时今日，为日月阳光，海水不多，山不长根，天是地得广备也，正义常国无变故也。日月阴阳时节也，星二十八度也，辰日月可归也，水多蓝衣也，炎天如灾，土如离水，草多上山出后，诸二班正义的时放脚山，
方之高粱，是非也。诸己逆乎？所无缘之恶，不依为恶。三代你昔舍之难，当念曰：作先勉之徒，故谓之先缘。著正义心灵，国民也。著即柳其老曰：祖一作祖，雷立中反，所以一曰雷祖，因为微反。正义一作著，所以暗。皇帝立不卑，相不卑不兴。皇武逆云，元非其人之女，曰未祖生义，父非方之女。爱国与发明是汉书五经人表轮于至真一部，魔母生方林，不得如秘所说。太史公改进大代理，以内祖真昌以及玄霄，玄霄及清阳也。皇甫逆以清阳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祖殿地也。著所引玄霄，地不知祖。按皇甫逆以宋中君玄霄清阳及少昊也。今古地下云玄霄不得位，则太史公一听阳少昊于矣，而古猫是未听阳，当也。第二人是为少昊，继皇帝一子，而子不盖少昊今得皇，非武运之术，故武帝不属之也。著正义作者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今西县西南80里。应少云谷江国也，地理志以名安阳谷江国。Page.13南过琼州，又东北至涿郡，县内流江水，是属五谷二水也。著正义华
其十三州之民，属之天道于文皇之地。皇帝为此参以取属三世，后子孙应封焉，帝官宣高粮食。皇帝之孙参以之子，母曰参子，亦为之女书，可名阳如冠月，正白感书书房之东关西守爱干夫而人也诸不解皇子曰爱为百人年一十岁福旦大代离百我问孔子曰一言皇帝三百年请问皇帝何人也亦非人也可以至三百年多对曰生而人得其一百年死而人为其整百年亡而人用其交百年则是安之说略可行矣正义列天传云轩辕不得亡日语臣服排棒角山山东关空唯有惦记在恩烟祝即解黄来皇帝拜上角山扶本地之角上去扬州县扬州虽改为罗潘而雅名三瑞而高曰小野地端先高粮者皇帝之尊而参议之德也敬渊以有谋疏风而知事仰台以任地百石以向天依鬼神以治地治治以教化成以地富北之幽冥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沙东至于寒木不仅是大学神恭敬无量之也所以给你提醒宋中云专西下号也张燕云高粱者所兴地名也祝所以焉能养才又以任地大代理作养才祝所以乃行也言行不止以向天大代理
之以物理，量妙之以人之也。三川之神也，两万故矣。诸位，你执五常之物以教化万人也。诸正义优端也，助正义止因止交端也，助即解地理制约流沙赖当耶稣年限正义地不也，阔可至云今年海南甘中当耶县东北兼六十度里至住即有海外兼约东海中有三烟名曰杜若上有大桃树驱寒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万之类，进入为宝物之类，助正义大会五月不如，小为修人本眼，助即解帮助曰，彼平也，复远曰平而来不是，佛引一帮助曰直是。巨大代理作比例也，地端虚真子曰穷寒，专虚功而玄交之尊高精品，是谓地步。Page 15。
专辑背景右边一个背景号，上古制度也，左影凤中曰高清电影，音符为号库迷影黄土密云地部迷影正义定房密云母如人烟注正义应知要反本作角英雄又不计我反祝你的王府英雄难免知识高会而静，修身而天下服，取得之才而别用之，辅交叛民而必备之，立日月而移送之，迷鬼神而定制之，其恶欲欲，其何疑疑，其动也直，其服也至。地不盖直因而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如不3 16 天使衣服不
解联姻，祝集解洗澡约，鼓励各个水塘自一个饮，佛饮及藏书饮食别中之饮，正义盖因地言必至明，若水之盖灌平等不值得系本座尘封是皇甫逆云尘封是与约庆都庆都女也正义封幽又过封帝皇帝如帝有父威武其子约武天下元妃汝台是与约将生父帝父非有志女约典狄生父非尘封志女约圣都生放君父非恩女约狄生帝志典祝正义因帝尧豪唐氏其姓也母姓都时父月生尧祝福以曼皇甫逆云女名唐仪也正义夫妻反子子一反祝及解皇帝曰在位七十年百五岁皇甫帝父在东晋扶阳部落成
唐伯虎之主天地，乃受地坛，乃东至于高星，今唐县也。帝尧者，放君，其人如天，知如行，就之如日，望如不而不贵。书黄生纯于德九姓姓和汉国